这里是龙海路隧道，隧道出隧道那个口，里面还有人，有好几个人淹死在里面。看前面是出口，这里是隧道出口。电话给俺三姨，叫俺三姨报警。现在已经到胳肋门了，都肩膀。车厢们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。往那边去。外边看到没？外边水更高。车厢外边水更高。吓死我！现在手都是抖的。还有个女的在里边，已经不见了。这个男的下去转了一圈，没有找到人。哎呀，抖死了。我们现在困在地铁里边了，那水已经很深了，我们地铁里边已经到腰了。大家能看到朋友圈的话，帮我们报个警。我们在沙口路，我们离沙口路很近，沙口路地铁口五号线，请大家帮我看一下，转发一下。你后边，后边，后边，妈，你报告，你报告。呀，我靠啊！外面的水已经到这边到这个位置了。我手机马上就没有电了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条微信。